覚悟を覚悟を覚悟を这像不是有事儿啊？往哪对象？你是谁？你是好人来救我吼？弄不着，我未伤害你，快报。对啊，无人救我，啊，伊人嘞？有人无？有人无？伊真正会甲我保护？万一佫拄着歹人嘞？喂，我看还是今日算好啊。路上那三条魂已经被用拍出来了，王德祖吼也平安无代志，是讲那三条魂若告诉讲无所在通去，是毋是会转啊魂飞魄散，就直接来过身去咧？那卡斯公安尼死，不管你以前做过安尼啊做歹代志，我嘛是一定要好好来办你的后事。啊，问题是，伊的肉身形容伫个殡仪所内无去，敢讲真实是杜家风来甲带走去。啊！你就是病院的阿嬷哦。原来我现在是在恁家哦。啊！你哪会回来？是不是那个陆家峰送你回来？啊！那手机无人哦，巴肚骨就枵的啦。俺家敢有饭头吃啦？杜生的身体状况看起来也袂歹。敢是伊三条魂拢转来啊？你敢袂认得我？我你就老，叫老阿婆无礼貌，我叫你阿妈好啊。杜生即马真有可能伫个假笑，无可能是三条魂真正还袂倒转来。既然假是安尼，我袂当搁再予伊作乱，我会赶紧下手为强。哎呦，拜托真正就枵的啦，敢有物件好食无？啊，有啦，啊是讲你要食啥？啊无杂菜面好无？杂菜面好啊好啊好啊，我最爱食杂菜面啊。好啦，无你卡来，我煮予你食啦。真正足香个啦，皮料吼，巴肚骨较枵。来，先着紧食。嗯。阿嬷，什么代志？哇，你
这杂菜面啊，真正足好食的。我等一下，敢会用国家食一碗？啊，当然嘛会用的，妈你紧食吼。你的心若亲像今嘛这尼啊单纯，我感觉需要来做到这一步嘞。今嘛只有把你的肉身毁掉，咱阿外幸福才会有保障。你着食较饱，食饱好上路，较袂去做妖怪。这下是乌豆仔酒啊！你较早上爱啉的啊！你讲这乌豆仔酒吼，会当补血、明目啊，对这个风湿啦、关节啦，拢足好的。啊，你逐工拢冇啉，啊，你即摆吼休遐尼啊久无啉，应该哦一定足怀念的吼。哦，这样好哦。嗯。安尼哦，我来啉看麦。你怎麼不喝啦？這樣怪怪的，好像有那個臭臭味。芋頭酒本來就有臭臭味啊，你自己又說的，這芋頭酒若是沒有臭臭味，那喝起來就沒像芋頭酒了。哦。你现在是要怎样啦？嗯，以前我可能哦有喜欢喝这芋头酒啦，不过哦，现在我没喜欢啊，我没想要喝。你以前每天一定爱喝的，是怎样现在你没想要喝啦？嗯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不爱喝啊，我不爱喝。你现在来赶紧把它喝下去，哎呦，不然你是要怎样啦？我是该叫你饮一个芋头酒，奶奶，你那两闪，你闪啥啦？我咧甲你讲，我就不爱饮这酒啊！你，这酒我都已经倒出来啊，我是要哪个倒转去啦？来，你紧甲我饮。哎呀，老婆那边老鸡婆啦！哎呦，我不爱饮你这酒，你偏偏爱我饮这。你若这杯酒饮落去哦，以后我袂阁逼你饮啊啦，紧的啦！哎，我就跟你讲过啊，迄酒我不爱饮啦。你若准讲我安尼先逼你的心，我安尼先做，我心肝嘛是足艰苦的。我讲我安尼先目睭金金，看你做歹代志，一再搁过一再，我拢无法度来阻挡你。不然后边拢无法度收煞。我要趁钱嘛，时间还搁会付的，我着归去来收煞，我来做一弥补。哎呦，我唔知你咧讲啥啦，啊，不过你看起来足恐怖的，你，哎呀，你老鸡婆咧变成老古乌婆，我袂忍啦！你放心，你袂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离开，我会跟你斗阵去。我已经陪伴你一世人啊，我会再阁继续陪伴你。你紧忍落，你忍落，你家忍落去。你这芋头酒有毒的，你想要拿毒治疗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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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做啥？妈，别吵我，别吵我啦！别吵我啦！你哪样都早早要做啥？我一定要把这祸害处理掉，以在后患啦！妈，你别再来做了！一定要将伊除掉，啊！若无以后，我唔找这机会，有这勇气啊无？你调工的吼，今麦已经让你恰恰到啊，你欢喜啊吼？你看，
你老婆吼就恐怖的啦，伊是想要让我冻死啊！我无得罪伊啊！你较放心的，甲祖宗，你甲救我，去救我啦！免惊，无代志。你拄只爱食面对无？来来来，坐好，甲面食完吼。来来，免惊，免惊。来，免惊，免惊。阮个阿甲甲阿妈顾好吼，免惊，紧吃，紧吃。有影哦。阿妈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啊，不过杀人是犯法的，你怎会当安尼做啊？我今日安心做，我的心肝嘛是足疼的。恁阿公迄三条魂，对王德祖遐个身躯走出来，伊迄阵阁会走转伊个肉体。我若假使无紧采取行动，恐惊以后都袂赴。阿嬷，你敢确定阿公个三条魂拢转来啊？来来来，来，先啉一罐水，来，慢慢吃，无人跟你抢，哈。其实杨女士，我嘛无法度确定。阿公从来拢唔捌食面食到几重，袂输囡仔同款。那是讲伊三条魂真正转来啊，就袂安尼才对啊。也毋过，以防万一，我毋管讲恁阿公的魂是毋是会当转来无，为着我这条命，一定要甲伊赔，一再后悔。阿妈，阿妈，你万一三条魂无转来，你安尼甲伊赔，你等到害家己，害一个杀人罪呢？到时，你个查会要安怎？一定袂堪折。阿妈已经老啊，阿无我得为恁做啥物？我就是甲恁阿公做个娶走。阿妈，我不准你安尼讲，我嘛不准你离开我。我干那准你一个亲人呢？你袂当安尼帮我一个。讲草言啊！你讲这是什么话？你不是家己一个，你还搁文瑶陪伴你伫身躯边啊？阿嬷，你明明知影我的意思。前几天我甲文瑶讲咧参详讲，要安怎替你庆祝生日，啊，我搁咧想讲，我爱找时间带你做伙去旅行的。啊！你哪会当伫这个时阵，你甲我放下不管？你袂当安尼对待我。阿妈，好啊啦，你真正冷静下来，好好想看卖，你安尼做会有啥物效果？你敢知啊？虽然我草话无讲，啊，不过，阮期待以后阮的错。除了我超越，还有阿妈你，只有你伫个才有真正温暖。所以阿妈，为了超越，你莫再偏激好无？阿妈，为着我，你千万唔通阁做戆代志啊！我的魂刚才回来一条，另外两条魂算不知道走到哪去了，都是这些人把我害的。现在我只能够先隔空隔空，才想办法逃逃，把另外两条魂收倒回来。